第十五题，附图为锌铜电池的装置图。当毫安培剂明显偏转时，关于粒子在图中甲和乙所指之处的主要流动方向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晓得锌铜电池的锌是负极，而铜呢是正极。有一个上课讲课方便，但是不太正确的讲法，叫做正极就是正电流出，负极呢就是负电流出。当然，实际上会流动的只有负电自由电子。我们就看到芯片这边呢有电子放出来，所以呢电子呢就向上移动。那么这边呢是所谓的锌会变成锌离子。也就是说它会多了很多的正电，正电呢会把负电吸过来，同性电相斥，异性电相吸，那么负电跑过来我们的负极，那么正电就跑过来我们的正极，所以正离子呢会跑到铜片这边来，也就是在甲这地方正离子会向下流动。所以第十五题问我们说，关于粒子在图中甲和乙所指之处的主要流动方向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正离子向下流动，电子向上流动。